嗨，我是 Benjamin， 我是来自 Ecosys Retail Tech Solution。我觉得这个活动 by Venture Grab 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因为已经我们两年没有在这个市场出来，因为了 COVID，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跟这种公司已经断了联络 for the past 两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很好，是给我们 refresh 我们的自己认识身边的人啊，还是有什么新的创业还有怎样去帮忙来未来的投资者要知道怎样做生意，要知道怎样投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活动，还有这样多的牌子，有这样多的老板大老板来在这边教我们怎样投资在生意上，在 F&B 生意上，在也是说不要做很多我们做过的错误。所以他们会经过这样多错误，他们就跟你们说 OK， 投资要在哪里投资，要需要多少钱来投资应该投资在哪里一种生意上。所以这个 Venture Group 做的不是一个品牌吧，它很多品牌，所以很多投资者可以进来了解怎样投资，然后选你们喜欢还是你们了解的品牌来投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很多人， especially 那种刚刚开始要出来创业，还是想自己做生意，想自己做老板，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了解这个市场 after 我们 COVID 怎样变了去什么概念，要怎样来做生意。所以我觉得 hopefully 你们可以支持这个event 多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合作做一个生意。谢谢。